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動漫無雙啦。咁啊，頭先我哋就 OG 嗰度就略略講，因為其實 OG 嗰邊咧，即係頭先我哋即係頭先咪後咧討論一個問題啦。究竟有啲乜嘢作品其實仲可以應該話可以點樣 create 咧？但係咧，其實咧，慎防即係我哋所講啦，頭先講話多元世界呢樣嘢。咁啊，當然就係多元世界，其實咧，即係大家都要設計一樣嘢啦。之後其實自田都，我覺得佢都會犯翻同樣嘅錯誤就係、是。望過嚟咧，就唔好成日趌個死人頭過嚟先。一趌嗱，佢嗰班啊，無論呢個破滅之王又好啦，原生種響界嗰邊又好啦，甚至我唔記得好似仲有一個嘅，我唔記得咗邊個啦。佢哋係好興咧，一嚟嗰時咧就趌咗個，淨係趌個死人頭過嚟，即係望一望先嘅。即係嗱，而佢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咧，如果下次死水嘅咧，首先咧佢哋要做一樣嘢就係咧微型化咗先，成個人過嚟先啦。破界之王得喎，你錯啦！你最後都係開到門個頭揸多出面，冇人等你出去㗎嘛，大佬。開咗佢係借佢老豆嗰個肉身去講嘢啫，佢都係趌咗個死人頭過嚟㗎咋。咦？咁算影鏡算係非常之成功㗎喎。係啊，影鏡係條友打唔過先 book 你嘅，有啲就係、是。啊，咁啊係啦，頭先啊，最後有話 ，OK， 多元世界啦。咁其實即係點解會分開嚟講呢？其實係佢有一個好革命性，真係幾革命性嘅方式，就係、是。用一個叫做多元世界的主題去包裝曬依個主題故事，簡單啲咪一難咯，唔用腦咯，大佬。錯，而佢呢、這個嗱，其實呢樣嘢係最直接受惠嘅，當然係一啲版權作品，因為好多版權作品其實佢哋係越嚟越多所謂嘅時空啊、時間性嘅問題啊。咁有啲仲要包括人手交嘅問題，咁即係大家要明白呢啲問題係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好難去解決嘅一啲問題嚟嘅。我睇得少啊，係邊套啊？Avalon 有一個所謂嘅12000年嘅人壽問題。嗱，你要分翻係 Avalon 第一季，我唔承認有聯繫嘅。唔係嗱，即係佢有好多叫做咩咧？所謂嘅。作品前後，即係可能過咗好多年之後，有一套新嘅一集啦。呢、這個 Alien 係其中一個例子啦，或者係一啲所謂嘅會出現好混亂嘅劇情而連埋嘅其中一套就係呢個 Elect Seven 啦，佢都係其中一套例子啦。天元突破都係咯，天元突破佢係隔咗十年噶嘛，嗰、那個年份就唔算係多元世界運用嘅一個問題。而佢另外咧就會係其實跟臨依方面就係因為本身宇宙世紀同埋依班新世代嘅 Sith 嗰邊其實嗰個融合唔用，你要將佢哋擺埋其實係融合唔到，因為時間線上會出現極大嘅問題。即係依個亦都係喺 set 裏面用多元世界嘅一個例子。而另外嘅一啲可能好舊嘅作品完全翻新嘅，我哋就講到好似係魔神 set 呢個系列咁樣 ，set one 同唔 set two 嘅魔神 set， 仲有 get up over。其實都是兩套不同的東西來的，而要將他們去拉在一起來說，雖然其實沒有拉在一起，即是告訴你就是什麼呢，總之 A 出場 B 就不出場的了，是這麼多。那這個是那個設定上的問題，那其實他就將很多這類型的東西就可以 group 在一起。剛才講高達那裡其實最大問題其實都未必是說馬莎所謂馬莎前後啦，總之就是是啊，其實最大問題嗰部係 Turn A， 因為 Turn A 嘅歷史裏面咧係冇 Sith 嘅歷史裏面嘅，所以呢個咧即係喺 Turn A 嘅世界嘅歷史裏面係去到佢嗰代就完嘅啦嘛，係唔應該再有其他高達出現嘅嘛。所以即係你如果對比翻就係你有 W 啊、Sith 啊、Kilikra 嘢嗰啲打號出現嘅話咧，其實係對嗰個所謂嘅黑歷史嘅偏年史其實係有一個好重大嘅問題係解決唔到嘅，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呢類型嘅嘢出現就。多元世界正正可以算不算解決呢，大家見仁見智啦，這件事就但是就是它可以令到所謂叫做跨了時代的作品真的可以放在一起 crossover， 這個是 set 的賣點之一，也是我覺得是大家的看點啦，可以說是。還有一個作品超時空世紀時空震動彈的這個出處樣，如果沒有它的話一切都不會發生。那固然啦，在 set裏面嘅，當然第一代 set， 其實那個故事咧，大籠上我係予以個評價算高嘅。我唔係講佢虐待嗰一 part， 大家要留意，大家要留意，我唔係講佢虐待嗰 part， 我覺得佢寫得好嘅係呢一 part 咧，其實就係佢，因為好多時機戰裏面所謂分兩條線咧，其實只不過係叫做喺同一個時點裏面，突然之間要分流去睇唔同嘅劇情。
但 set 我覺得佢有一樣嘢真係做得，我覺得係個劇情做得好就係、是、你用折子或者用獅子嗰邊睇嘅劇情係兩個劇情嚟嘅，即係呢個而佢亦都就係俾咗兩套視點，就係、是、有一樣做得好嘅地方就係咧，佢分作品喺呢一個陣營嗰邊，佢有去諗過邊啲嘢、邊啲角色、邊一套作品應該要擺喺邊一邊去處理，即係。中意自由嘅咧就歸去獅子嗰邊，中意秩序嘅咧就歸去呢個折子嗰邊，好似嗰啲龍與地下城咁樣。呢度嗰個劇情其實一開頭，所以會創造到一個其實我覺得開頭幾好嘅就係、是，即當然我唔講佢話佢啲原創敵人固然冇深度咧，但係佢創造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所認識嘅所有嘅依班所謂嘅正義嘅朋友，其實即係喺如果用就話用翻佢嗰個唔同，你揀唔同線，用唔同角度去睇呢個故事咧。折子嗰邊啦，就會覺得獅子嗰邊咧，因為佢幫呢個大天使好啦，就會覺得依班人係搞亂檔嘅，就成日出嚟搞亂個戰局，馬偉萬好合理啊。咁喺獅子嗰邊有時點又唔一樣。獅子嗰邊覺得哇，你哋咪就係議長條狗啦，你哋都係聽議長講嘢㗎啫，你哋係冇自由思考㗎嘛，都啱啊。其實兩邊是角度不同啫，正正就是這一樣嘢，你會去將每一套作品嗰個嘅角色之間佢哋嘅對立啊，即尤其是可能一啲近質好近嘅，依度不得不提嘅就係當然係我哋阿寶笑同啊啲基拉嘅對話啦，即係佢之前真係好唔中意Sid嘅，佢中唔中意嘅程度係咩咧？喺石片裏面咧。Sid 嘅劇情係被大幅修改到去，我哋覺得即係甚至好多人覺得就係唔係修改依號先係Gundam Sid啊嘛？呢度唔係Gundam Sid 電視，係啦，Gundam Sid係正傳嚟嘅，你知唔知兩套嘢嚟嘅？尤其是就係佢將一啲嘅劇情，即係其實你要講一段就係話，當基拉啦亂入呢個戰場嘅時候啦，阿寶同佢講話，嘿，冇錯啊，你係好有技術嘅，但係啲冇信念嘅人嘅技術，你又點可以說服到我哋呢啲咁有信念嘅人？我真係說服佢用魔女洗腦㗎嘛，知唔知啊？我真係第一下拍曬手掌啊！大佬嗰陣時又有宇宙人，又點樣有咩時空震動咁樣，仲要喺度玩亂入，係咪好過分先？大天使我，你老哥真係唔好咁啦。唔係，即係佢你依度其實個劇情個優秀，即係頭先都講話個優秀點在於就係佢依度。即大家明白，就算獨立唔睇任何嘅作品，淨係單睇《Sid》裏面，基拉呢條友係冇信念㗎嘛，即係佢嘅信念就係咩呢？佢條女講乜嘢，佢咪做囉。軟飯喎。咁又未去到軟飯嘅，咁。係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嘅話，若果鍾意《Sid Destiny》嘅人嘅話，咪會覺得咁樣機電 set 咁改唔係幾好囉。set 其實佢即係喺《Sid Destiny》呢度呢，佢敢去指出某一啲嘅問題。即係話喺呢套作品應該要有嘅問題，只不過佢拎咗嚟邊個主角先㗎。咁呢個當然係關乎劇作家頭先我講嗰位仁兄佢對佢嘅本身嘅不滿啦，即係佢對倉正博，即係呢條友係對 CD 佢都係有一啲好深嘅怨念啦。咁即係本身應該我本身咁講呢條友咧都好，呢條友都真係幾偏激嘅。佢寫任何劇情其實都好偏激嘅，尤其是當喺 set 篇裏面佢主導嘅劇情。即係好多都係其實佢個人嘅想法，當然有好多人好 enjoy 呢種咁嘅個人想法啦。buy 佢就好 buy 啦，唔 buy 佢就唔 buy 咁。好似之後嗰個 Code Geass 咁樣 set 嗰陣時，我都覺得佢改得好好嘅，但係就其他人係點樣諗就唔知啦。多元世界咁其實兩條線，我覺得你依度分咗之後，其實之後再合流就係、是、其實佢亦都冇話哦合流咗之後就大家笑啊係。亦都見到就係佢有將啲角色係再慢慢去描寫翻點樣去佢哋交心，即係好似其實呢個又會講翻，因為其實你好難唔講 CD， 因為依套 set 裏面係呢個對 CD 嘅控訴嚟嘅，佢係尤其是角色描寫方面，即係基拉其實由真實系同埋超級系線合流之後咧，其實係冇人理過基拉嘅，即係基拉係完全係唔受歡迎嘅。即係去到好後之後，跟住真實係個班先叫做肯同佢講幾句嘢咁樣，跟住條友已經係流曬馬尿㗎啦。以其他嘅機戰系列裏面，其實好多時就係、是，就算可能話嗰個角色開頭同你敵對，到之後加入之後就係、是，係佢係連一話都冇，佢就已經可以融入曬整個小隊嘅。但係 set 其實喺呢方面描寫方面係幾罕有嘅，係好多都係。入到嚟之後，其實係仲有個芥蒂喺度嘅，佢哋係，即係呢方面，你可以唔鍾意佢嘅劇情，
但我鍾意佢呢個手法。好合理囉，即係冇理由上一秒仲同你打緊，下一秒同你握大手食個飯。唔係，你仲要明白就係、是、即係尤其是喺 set 呢個故事裏面，超級系裏面多次阻礙呢個真實系路線嘅所有角色，當中係死咗唔少人嘅，其實係。即當然是冇名嘅，當然是冇名嗰啲。即但你即如果你以翻個劇情嚟講嘅話，其實係佢間接令到有啲嘢犧牲咗噶嘛。即你而好老實講，佢哋有都唔係雙方認同大家嘢，最終只係知道就係話，原來我哋兩面都係俾人扇嘅，我哋兩面都係正義嘅，只不過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令到我哋產生咗對立前期。咁呢方面，我覺得係嗰個故事裏面叫做寫得好嘅地方。咁當然寫得唔好嘅地方固然就係其實主角線見仁見智咋，呢樣嘢有啲人好開心㗎。設定咗一樣嘢啦，喺主線裏面星座係啦 Sphere 講獅子先定講獅子先啦？獅子先囉，我獅子先獅子先囉。獅子方面其實係歡樂劇情嚟嘅，咁樣獅子裏面，因為其實獅子個方面就佢其實一開頭就都係唔係搞笑嘅，即係但係佢叫做為咗救條女啦，咁其實跟住開頭就係寶玉嘅力量就係過咗俾條女，咁啊當然佢得米啦，條女最後而家唔識長大咁樣，永遠羅莉嚟嘅，啱曬佢啦，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執到嘅咁樣，即係啲所以係好歡樂嘅劇情嚟嘅，呢個係一個小羅莉劇啊，就係阿黑正樹啊阿薩基姆嘅喺呢一條線入面嘅立場就會都係好歡樂下咯。即係若果你唔係因為唔係呢個係涉及於就係其實係要講就係話嗰個所謂的覺醒條件、因為本身就每一個星座它的覺醒條件都是不同的，即是節子就是要它悲傷，然後這個鋼絲是要它怎樣痛是吧，痛是它的輔助不是痛，它的輔助才是痛的，但是它覺醒條件我忘記了，是很奇怪的，因為它的覺醒條件獅子的方面其實你見到個角色的成熟的，其實是我覺得 它都處這裡都處理得好的，即因為男的他沒什麼偏見，明倉他沒什麼偏見，我只可以說是，所以其實寫方面其實到位的，雖然他不是很多描述，再對回就是真實是超級系那一班人來說，即大家吵吵鬧鬧那個大開大合的劇情，其實反而這樣是匹配。那當然你說節子那邊的不是罕有地悲哀，是史上地咁悲哀啦。由頭慘到尾喎，而家係俾人虐到尾喎。簡單而言啦，只係一個天殺嘅天殺孤星命啦。總之同佢有親密關係嘅都唔係親密關係，係朋友關係。朋友以上關係就好危險，唔需要戀人。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嘅你都要死。我記得好似佢兩位隊員都係想同佢自愛冇有咁嘅想法，想啫。因為佢嗰啲對白有幾想夠快嘅，叫得死人就講嘢啲唔係所以我頭先講話啫，個關係唔係要去到戀人，係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嗰個規就已經會出事㗎啦，就已經係會。我冇記錯隊長，我就唔好記得啦。如果 Toby 嘅係條女隊，唔係隊長咧係。在 Overman 那一節亂咁告白那一節的劇情裏面爆了，就是大叔都講了一句疑似告白的對白給節子聽，然後加了好感度，就變成朋友以上戀人未滿這一馬，然後另外那個就是好像我沒記錯其實條女對有標而已，但是跟著聽 Overman 是聽心聲那裡都是的，是聽就是這樣講，就是以這個女主角節子為這個中心，行近佢三步人都會死，三米力出對邊個有好感嗰個就要死啦，或者佢對邊個，或者邊個對佢都係，咁佢以佢嘅角度嚟講重要嘅就死呢一節裏面個故事就係、是、跟住就係講頭先 MC 三講嘅，就係使用震動彈嘅關係啦，咁啊隊長就喺呢一翼裏面就犧牲咗啦，咁而連帶就係阿托比好似係叫做以為佢死咗嘅，以為佢即因為開頭失蹤，跟住之後開頭以為佢死埋嘅，同隊長一齊死咗嘅，總之死曬啦，總之就跟住佢又冇翻翻嚟，咁但係冇翻點解冇翻翻嚟咧？就是、因為黑正樹要喺佢面前代佢道歉。嗱，即當然獅子我諗之後聽眾記得嘅話講翻，我真係唔因為我玩截止線嘅，我係玩截止線開頭嘅，因為真實機開頭嘅，所以我獅子線我冇玩到嘅，所以我唔係好記得嗰個覺醒條件係乜嘢啦。大家聽眾知道嘅話喺 Facebook 度話翻俾我知個覺醒條件係乜嘢啊？咁但係你呢一條線
其實幾模糊嘅，即係佢要悲痛究竟要即係要去到幾悲先會覺醒啊？咁當然話哦，死咗個死咗個咁啱告白嘅，即係唔係啊？疑似告白咗嘅，唔夠痛，得一半，另外嗰半就要喺佢面前鋸咗佢。係啦，即係興奮以上，悲哀以下，唔係好夠，唔係好夠。唔係，跟住然後怼多佢一次之後，再捉佢兩個過嚟，再打多等佢打自己多一次。唔係，咁然後跟住就阿托比其實跟住就翻翻嚟啦，就依條友冇死到啦。咁依條友都算係正式告白咗啦。跟住下一話就死咗啦。啊，唔係，其實接近係即係佢冇係真係話 I love you 嗰類型嘅嘢，即係佢都係好隱晦嘅。我記得嗰句嘢。冇機會講嘅，當然話未滿啦，大佬未講過已經死人啦。要一齊完成嗰部機體啊嘛，同埋我記得係聽心聲嗰話，你聽心聲係隊長嗰話，隊長嗰個 Overman 嗰 Overman 嗰個能力嗰話，類似之後嗰個就係阿托比係好似機體嗰話，機體嚟，機體嗰話嚟嘅，但係佢係即係都係用啲機體嘅 game 去啊，你明唔明啊咁樣，跟住唔知截止明同唔明之間嗰一下，跟住依條阿托比就死埋啦。冇關係㗎，截止唔明你都要死㗎，即係某啲重要嘅字用機體嘅話語代替囉。差少少就係其實明倉其實大家喺睇佢寫 Arvis 嗰個故事嗰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依條友係對女角其實幾心狠手辣下嘅，情有獨鍾啊，愛的結節。唔係即係，但係 Arvis 嗰下其實大家係接受到噶嘛，即係佢覺得即係佢可能想挑戰呢、這個機戰史上最悲哀最凌辱嘅劇情，成功咗。真的做埋喎，唔係我哋佢咪嗱佢有冇做就真係唔知嘅，好老實講，黑畫面嚟嘅嗰個嚇。對話咯，靠對話估計。對話嘅嘢咧，大家有睇動畫都知道，對話嘅嘢係唔能夠作準噶嘛，冇畫面嘅情況之下，我自己會覺得佢係俾人打咗一輪咯，咁但係毒打啫，打咯，夠傷咁樣，心靈上嘅傷痕都係咩㗎？咁你都可以話時間可以補翻嘅呢樣嘢，咁可能留低咗條疤喺度咧，係咪先？得㗎嘛，我劈你一刀，你都可能留咗條疤喺度嘅，補唔翻㗎嘛。唔係，要留意一下，節子其實佢只係一個18歲嘅少女嚟嘅啫，毒打佢一生或者你點樣都係對佢永久傷害嚟㗎。喺呢一段裏面，其實節子就覺醒咗啦，已經係嘅力量覺醒咗啦。咁即當然即你即所以我視為就係阿托比講嗰句嘢其實算係告白，因為即如果唔係嘅，又係朋友遇上戀人美滿嘅，應該都係唔會覺醒又要死多個啦，係咪先？即係唔會咁做噶嘛。即所以 OK 喺呢一階段覺醒咗。咁其實就頭先我哋都講話，每一個星座覺醒咗之後，其實都會話有一個代價叫副作用啦，或者叫。只就係食唔到甜嘢，獅子係失去五感喪失，而獅子就係劇痛，身體劇痛，身體同心靈劇痛，所以可能如果黑正樹搞啊獅子嘅話，獅子可能佢頂得順嘅。我痛慣咗啊 ，M 啊，你講，我講下笑啫，你大叔嚟噶。唔係咁，其實嗱呢一節諗住其實去到呢度 OK 當或者黑正樹依位仁兄真係令到節子覺醒咗啦，咁其實大家諗住啊完，即係個故事完咗啦嘛，個故事即係而其實因為獅子我記得都係呢個位完嘅啫，即係你都係話佢哦之後佢會有咁嘅副作用，即係但係 OK 啦，咁有副作用啦，大家明白啦呢樣嘢，但係明倉呢條友真係完全係即係喺個劇情上佢係無論喺獅方面即係佢要去點樣虐待基拉都好啦，同埋即係喺原創劇情裏面佢點樣虐待節子都個故事都係未完過嘅，即係因為基拉係虐，我記得係虐到佢大概係40多話嘅，好似係即係跟住佢先叫做俾隊員接受嘅，但係節子好似由頭虐到尾啦，佢就仲要特登整嗰個呢個叫咩另外一隻獅子嗰獅子王。整個靚仔翻嚟，我開頭以為佢係真實系嘅原創，真實系嘅正印原創主角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係、是、開頭就阿托比同阿隊長其實大家都揸住同一部機，冇可能係可以留到最後噶嘛，你預咗佢死，不過睇下點死咁解噶嘛，當然係告白死啦，依、這個就咁然後跟住即係獅子王嗰部機，你見到係 OK 啊，喂，有主角味嘅機體嚟噶，佢係一部。即係而且即係個樣亦都有主角味嘅喎，即係話就話佢話就話佢有呢個女性恐懼啦，但係其實佢同節子之間又相處得都幾好喎，都有啲嗰種
朋友嘅味道啦，我朋友以上啦，可以上少少。未有咯，我覺得大。咁然後有一集佢分咗半邊，冇計啦，人哋有。講翻少少機件 set 裏面咧，係有一個幾特殊嘅特殊能力嘅，肯定係呢、這個肯定係明倉嘅怨念嚟嘅，我深信啊，就係、是、對女性駕駛員有呢個能力修正呢樣嘢。我之前係冇，之前你係因為關係而有能力修正噶嘛？依喺 set 裏邊。當然啦，喺我方角色當然有賤人貴呢個角色啦。敵方裏面即係首次出現嘅就係呢條蛋散啦。唔係佢嗱，應該係咩嘅？佢原本係對女性減攻，對女性減20% 攻擊力。然後跟住就係講到 MV 三，佢反應嗰下咧，佢嘅能力就會變咗係對女性角色加20% 攻擊力。點樣 FF 團嚟？即係我佢即係我覺得呢條，我真係覺得明倉係真係有心理陰影㗎，我真係覺得對女性。俾人發個好人卡，哇！嗰種咁嘅怨，嗰種咁嘅怨念，我覺得唔係一個普通正常人可以寫得出嚟嘅怨念嚟嘅呢樣嘢。點啊？又先見頭主角失戀咗，又突然間有劇情大變，要性情大變。依度其實涉及咗一個問題嘅，喺 set 裏邊其實一個最致命嘅故事問題就係咩咧 ？set 裏邊固然佢融合佢講其他線之間嘅交錯係寫得好，但唯一寫得唔好就係咧，我唔知啲原創角色係咩嚟嘅。佢哋成扎人癲，佢成扎人心理變態係另一回事啊！你有得機戰裏面，你有得邊個敵方人物？佢唔係心理變態㗎，佢唔係心理變態，就是、心理唔正常。一唔係就偏執狂嚟嘅。咁但係呢度就係喺呢班人係冇劇情啊！最主要係佢哋出嚟做咩咧？其實去到我玩完之後，其實我都唔知呢班敵人喺創造呢個故事裏面其實係做乜嘢。佢哋整到 Facebook 咯 ，UN 唔好意思。唔係淨係出嚟俾人弱咯。喺機戰裏面其實原創敵人最主要功用係在於貫通曬所有敵翼線，統一曬依樣嘢，即係話可能就話所有敵翼線嘅科技或者一啲力量關鍵都可能係你提供啊，或者係你引導佢去攞到某一啲嘢。但依班人係唔係喎？呢班人係好專心咁樣虐待主角嘅啫，我發覺。even 就算就係咩呢，連黑正樹係唔關乎原創敵人，即係我唔叫佢原創敵人嗰群裏面啦，佢係兩群人係好專心地去做同一件事㗎喎、哦。你明白不發覺 N 之後你發覺呢度 S 之後有第三立場。即係但係你機戰個劇情係你呢班人唔係為咗弱主角而存在㗎嘛。即係你可能就係佢哋通常以一貫嘅慣例就係、是、主角執著於所有原創敵人，因為佢對佢做真係殺咗你老豆，或者殺咗你老母，或者殺咗你邊個咧？總之你全家嘅馬位咁樣啦，或者全家死曬啦，係咁樣而去追住敵人，或者其他嘅原因就好似話哦，我身處嗰個崗位，或者係我嘅力量關鍵係要領嚟對付你嘅，而去咁樣噶嘛，而唔係好似呢班人咁樣話，喂我嗱。除咗黑正樹 ，OK， 佢最後話俾你聽就係因為佢需要補足嘅力量 ，OK， 翻我當雖然你弱得好開心，但係算 OK， 但另外四條友我真係唔知佢哋做緊乜嘢嘅喎。我就記得原創有個敵人係臨尾話佢喺度發癲，亂咁嚟啫嘛佢。呢個係一個好突兀嘅位啊！喺 set 裏面，我覺得個劇情上係唯一處理得唔好嘅，其實係呢個位其實最終係冇 vision 啊！呢班人其實甚至我覺得就係佢依度就係、是。你整黑正樹一個敵人出嚟咪得咯？佢可以係大魔王噶，我一機挑曬你哋全部人，我百合受災勢，我係得噶。要整好多招啊！佢冇乜所謂噶嘛呢樣嘢，但係你整原創敵人，你係有嗰個意思。其實 even 你去到 set two 裏面，其實佢都係仲係犯緊同一個毛病噶。真正嘅原創敵人，其實一係就唔係好敵人，一係咧就佢真係唔知拎嚟做乜嘢嘅。而 set two 敵人唔係錢咩？嗰、那個係要打呢個破界王、破界之王嘛，水平王子嗰個帝國，水平王子嗰個帝國啦。燕山啦，唔同好似。會話就係呢兩者 set 同埋 set two 呢個係 set 呢個系列裏面，佢最大個問題就係佢處理敵翼嗰方面，其實原創敵翼嗰方面其實唔係處理得咁好嘅。而就算其實敵翼裏面有啲嘢，其實反而佢都係比較弱嘅。set 裏面都係比較弱嘅 set 裏面其實即係佢叫好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對 CD 有怨念，所以令到阿議長突然之間好有深度。佢有深度，佢唔係一個黐線嘅人。你錯立得都有深度㗎，你誤會咗佢啦，你都話嗰陣。
我會覺得 set 嘅話，佢啲敵人你其實就算唔理佢哋，完全唔理佢哋，佢哋都做唔到啲咩。佢喺最終戰嗰度係要呢個時空修復啊嘛，係咪？咁但係時空修復其實就係呢個 Elnica 嘅劇情嚟嘅啫，即係啲原創敵人係出嚟阻住曬咁解嘅啫，即係以前係原創敵人想嚟毀滅世界，而家係佢阻住啲人毀滅世界。唔係，而 set 裏面咧，其實有一個好少見嘅、啊、通常因為其實喺過往嘅機戰裏面啦，因為佢通常都係可能話喺啲劇情統合嘅需要，就係話兩個作品嘅敵人同時登場，但其實佢哋係唔係聯合戰線嚟嘅。但係 set 裏面其實咧係去到後期咧，就係、是、班外星人咧係聯合埋一齊去打主角群嘅。即係呢樣嘢就係深深俾佢哋深深體會到，就係地球真係非常之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呢樣嘢。除咗地球聯邦，佢哋都係本來係有個延人會議喺嗰度控制住個聯邦㗎嘛，跟住之後就史洛哥同埋另外 Elnica 嗰條友就聯手嚟到推翻咗個地球聯邦。我覺得呢個算係少有作品嘅互動係做得幾好嘅呢、這個。互動方面係即係我都係頭先講話，佢作品同作品之間嘅角色互動係可以嘅，即係當然你話一啲敵役方面另計啊，敵役方面係我方嗰方面佢 combine 得幾好嘅呢方面真係。而另外就是劇情那裡，即黑正樹就即剛才沒有說，因為他約阿哲子和他要令獅子覺醒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要收集寶藥。其實這個先是 set 的主線，主線中的主線的，雖然到現時為止都不知道他收集來做什麼。他的對白那裡他說就是說被太極的力量困住了，而他現在需要太極的力量，太極就是12個星座的寶藥的能力，而他要用這12粒寶玉去令到自己去脫離這個輪迴。個故事其實是這樣的，即個故事其實就是咁，當然不知道這個什麼輪迴，因為到現在都還是 set 3而已，他說 set 2未出 set 2的故事來的啫。當然我覺得其實是為了這個設定，我覺得他是為理順虐待節子這件事而已，因為他 setting 的東西就是說這個星座的力量呢，如果你個星座持有力量持有者在他未覺醒之前你殺了他呢，個力量是會轉移了去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咁所以又要再搵多次。所以你就要去搵多次。所以跟住呢，我覺得他呢個決定是為了大條道理，就是說咁節子的覺醒能力就是要他痛苦嘛，咁我又不可以殺死他，咁我唯有精神虐待他而已。即我覺得我覺得呢個是一個詭辯嚟的，呢個是一個。我甚至是覺得他是為了，因為想到節子這段劇情，他又不想放棄這段劇情，而跟住他額外再加這一段這樣的設定下去。我同意啊，即係喺 set 2嘅時候，你見到個天秤座嗰啲條件其實都流流地嘅，淨係得節子係咁慘嘅。因為講到呢樣嘢，其實我會講埋就係其實而家現階段啦，實際上知道所有嘅星座嘅力量持有者，獅子就係會痛啦，用力量嘅時候，節子就係唔敢喪失啦。咁然後跟住天秤啊、老虎哥呢就係呢、這個失去理智，失去理智係啦，唔係失去理智，係淨係 focus 喺一樣嘢，其他嘢完全唔理，係即係完全失去，完全失去嗰種能力。總之佢就係為咗達成呢樣嘢，佢可以佢會做乜都會做嘅，除非佢聽到銀仔嘅聲。呢樣嘢係打緊先講，咁然後跟住就水平嘅就係會拉你毀容。細胞問題嘅嗰度。係啦，即係好多人其實認為，即係當然啲人認為節子係最慘。仲有山羊就係主母不停講，唔係開始會分辨唔到言語嘅意義咯，跟住會係咁講大話咯，講啲唔知咩。係啊，唔係佢最後其實劇透嘅，佢出嚟講緊。佢劇透，嚴格嚟講，你即睇到邊啲劇透嘅？即係仲有啲就係收集咗嘅，但係已經死咗啦，就唔知係咩嚟㗎啦。真實之山羊係山羊，講淨係可以講真話咁好處。唔係係會唔係求知之山羊，我記得係跟住會知道一切咯。包括埋佢之所以能夠對付黑羊嘅原因，因為佢講大話嘛，得嘛，但佢會睇穿咗你嘅大話咯。佢嗰、那個即係好多人就話嗱，喺現階段，我哋所知嘅星座嘅代價，即係啲人好多人都因為其實呢，如果你客觀睇翻，唔好睇節子嘅遭遇，其實最慘嗰個其實未必最慘嗰個未必係節子嘅，其實。其實我暫時覺得應該係黑羊咯，即係講大話咯。唔係最慘嗰個其實係老虎哥嘅，冇啊！我見到佢還債還得好高興。唔係獅子，即係你控你都可以忍，你
五感喪失最多退攞退休金嘅啫。退休金有冇退休金呢個世界？傷殘金好未？okay. 重點就係、是、你揾個地方坐低，得閒飲下茶食下包。雖然生活不便，但係唔影響你任何嘢嘅。但係盧虎哥一個發癲嘅人，真係無啦啦一個，你已經明白佢係一個無啦啦會發癲嘅人，仲係唔知點解會發癲嘅人。咁其實佢係一個好危險嘅人，而佢就係做咗啲乜嘢佢都唔知道。咁都講得有道理嘅。咁但係佢有只係佢只係個劇情演繹出嚟，你要覺得，因為而且因為阿盧虎阿 Set Two 嘅主角阿盧虎哥，佢有辦法去令到佢依個副作用冇咗。冇咗，係唔係有咩？係冇咗，係冇咗。你後期邊次佢發動力量，佢會攋嘢？冇嘅。哐哐一聲，即刻醒曬。係同埋係會冇咗之外，係咩咧？唔係 crown 聲，係一定要錢聲，因為佢分得出嘅。而阿王子就算細胞出現問題，其實爛面咯。你當佢最後會全身潰爛咯。哦 ，OK。都是死啫，系咯死啫，会啊，即系都总好一个发完癫嘅人，跟住话又系我，乜都系我。即系老实讲，呢条友系唔死都冇用噶嘛。如果你咁样嘅话，你除咗即系你一系就困住自己喺个永远唔见人嘅地方，咁你咪安全咯。即系困子入孙咯。佢哋讲话，呢种力量其实系唔受控制噶嘛，系会发作就发作，唔关乎你发动力量噶嘛。即係你總之你覺醒咗力量，你覺醒咗力量，你就會有呢、這個。所以其實盧虎哥應該成日帶住個 MPV 係咁聽錢拎嘅啦。其實就應該係佢玩退就咪得咯，即係只 game 玩退啦，即係所以其實唔係當然你話個故事上嘅明倉其實寫故事佢一直都係弱嘅，去到 set two 都係嘅，不過俾人撳住咯咁解嘅啫。set two 其實嗱，你縱觀翻就係、是、先唔講版權作嗰啲先嘅，講咗原創主角。盧虎哥一開頭點解咁驚女人？因為係俾女人虐待得好緊要，所以佢有女性恐懼症。當然佢幸好佢嘅特殊能力唔係女性減 20%。喂，我開頭睇到之後，我覺得真係我未睇到 Ace Bone 嗰陣時，我覺得話係咪覺醒咗之後佢係獅子王咁樣話，我對女性有20%加成咁樣啦？哇！真係我驚到啊，真係。喂，咁當然唔係啦，當然都係一個虐待嚟嘅。不過佢虐待方式唔同，但其實個套路一樣嘅。因為 set one 就佢只係將set one 嗰個套路搬咗落盧虎哥嘅初期設定裏面。咁然後跟住其實 set two 裏面再細篇裏面另一位揸試作機嗰位女角 Esther。佢係變咗呢個次元獸，仲要係變咗一個最低階嗰種，係特別嘅次元獸。同埋佢變完之後咧，啲能力都係好廢。唔係，先唔好講能力嘅問題。喺呢一個段落裏面其實係傳聞啦，係真係俾人撳住咗嘅。因為理論上其實嗰下咧，其實係唔想俾佢變翻做原型嘅，即係會係咁樣整死咗佢嘅。要最後，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虐待，即係其實。盧虎哥係另即如果係跟住呢個劇情走，盧虎哥係另一個節子嚟嘅。佢係 Mindy 女孩咪 Mindy 嗰個劇情就係佢覺醒嗰個原因啦。唔係係講佢係冇辦法去 fix 到呢樣嘢。覺醒佢覺醒係一早已經覺醒咗啦嘛。覺醒係覺醒咗啊！覺醒一早破界篇中段後少少已經開始覺醒咗噶啦。開嗰、那個係開破界篇係開始覺醒，再細篇係完全覺醒。完全覺醒係佢轉咗主角機啊嘛。唔係，佢係之前有副作用㗎嘛，佢揸打最強騎士嗰時已經覺醒。係啊，你睇翻個劇情，其實即係你唔好覺得，因為個結果論就係睇到就係話 set two 嘅劇情好歡樂，有好多嘢可以解決到。但其實你縱觀翻嗰個位，其實你以翻嗰個時點係去到嗰個位，係盧虎哥係突然之間所有問題解決曬，有 CDS system。跟住就話俾你聽，兩粒其實咧，其實兩粒補咗搞埋一齊嘅話咧，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噶啦。音樂我見到阿盧虎哥話佢要親手殺咗變咗次元獸女主角廣科咧，我係諗緊佢會唔會因為呢件事發癲嘅。開頭佢 present 其實天平嗰度其實係一直佢係真係想做呢樣嘢，其實就係權衡嗰樣嘢啊嘛，就係條女變咗做次元獸嗰一節裏面，我覺得係條女係咁喺度殺人，最後跟住係阿盧虎哥係要殺死佢噶嘛，親手去係嘛，係啦，即係呢個先係
我甚至覺得呢個係 origin 路嘅劇情，不過係俾人撳住咗咁解啫。俾老老收用 Gears 撳住咗。唔知係咩，但係我覺得係雖然男嘅就冇咁大反響嘅，我覺得個女主角又唔係受歡迎，係咪先？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佢如果佢咁寫嘅，其實我覺得應該啲人冇反響咁大，但係我唔知啊。其實但因為你會見到嘅後面之後係真係所有嘢係所有問題 fix 曬嘅。係突然間有個 CDS 啊嗰啲，一個問題總有另一個答案嚟解決咗佢咯。本身就係阿勞苦哥，跟住最後話：哇！我有三條女，我威威啊！仲任我揀添啊！咁樣，跟住即呢個係即係好似係個劇情俾一個 credit 嚟，俾咗個 credit 出嚟話：哦，其實勞苦哥誒佢個能力又唔係好大問題啫。但其實因為佢個問題其實係，喂老實講，佢唔日日聽住部 MVV 嘅話，呢條友真係無啦啦衝間拎把刀去殺人嘅喎，或者為咗錢追住女人咯。其實錢就不會發癲的啦，正常的。紙幣得唔得？唔係因為我咁出嚟像咯。而你見到就係其實喺 set one 裏面，其實一直都黑嗰啲角色，其實佢一直都冇乜點洗白到。set 嗰啲其實佢只係轉咗個表達手法，其實嚴格嚟講佢係冇洗白到嘅。而 set two 明顯就係 set two 係好多角色係去到我點解我會有依個疑問嘅 ？set two 就係所有角色都係洗白曬，連破戒之王我都話俾你聽。其實我是一個 Beyond 總帥嚟啫嘛，你點解係咁對我啫？唔係，佢又係劇透咯，又係劇透之王。唔關劇唔劇透事，我話俾你聽，我為咗鍛鍊你哋啫嘛，啲傳授我冇打啫。係咯，我仲要俾啲真傳授俾你喎，屌人啊！個骨架上係都係有一個絕對性嘅改變喺度嘅。咁當然，其實我哋要講嘅咧就係話版權作品啦，喺 Set Two 裏面。Set Two 裏面嘅，即當然最大家最留意的會係 Cookies 啦，同埋 Double O 咯，天元突破咯，仲有係啦。我係睇真三乜嘅，我自己係睇裝甲劇。咁其實佢好多套都好受歡迎。唔係，其實因為 Set Two 環規嘅作品，即係佢而且佢兼顧埋 Set One 嗰啲嘅作品 ，Call Sofa 埋過嚟 Set Two 個世界。咁呢個當然要頭先會講翻，就係話嗰個次元世界嗰樣嘢，就係話。因為佢個劇情嘅解決方法就係話 ，Set One 嗰班人因為經過咗 Set One 最後嗰場大戰，佢哋都其實佢哋都變曬黑整樹咁樣噶啦，其實就理論上係嘅。所謂嘅特異點咯。係啦，電王的能力。咁佢哋就全部有能力去穿越呢個時空噶啦，佢哋就除咗龍馬同甲兒之外啦。他們劇情需要不得啫。龍馬本身他用 Getter 能力都差很遠的。其實都不關事，因為其實你 Set 一你不是用真 Getter 的。新 Getter 才有那個能力的，其實是。真 Getter 才有表明有那個能力去。是的。所以就當然他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在 Set 2裡面他要用 Set 衝擊篇和真 Getter 這兩個故事去 present Set 2的故事啦。你要見到就係其實 Set 1大部分都係打醬油嘅，即係呢個劇佢同 OG 係同一個問題嘅，劇情完咗啦嘛，我仲有啲咩搞呢？即係佢過嚟某程度上嚟講係解說役囉，成班係好似基拉同阿斯蘭咁囉， Set 2後篇係真款好似冇劇情咁囉，佢哋咪係唔應該有劇，因為呢個唔係佢哋嘅世界嚟㗎嘛，佢哋都唔應該有劇情囉。勉強有劇情嘅係古華多羅大衛囉，佢同阿邊個所以 Tolis 好有嘅交流㗎嘛，然後佢之後又逆襲啦，跟住再唔係就係阿寶同阿六寶啦，佢係講緊人類革新嗰樣嘢嘛，所以比較有劇情囉，因為佢阿寶喺嗰度設定當佢係一個已經革新咗嘅人類㗎嘛，係要睇㗎嘛。咁即係跟林之間就好有互動㗎啦，通常。或者叫主題比較近似嘅會有深入者多啲描寫囉。我覺得佢冇 Set 1寫得咁好嘅，因為老實講就係 Set 2嘅劇情真係寫得落咗啲嘅，其實好多作品係 combine 唔埋一齊。舉個例啦，佢夾硬整多咗個日本出嚟，就係、是、為咗塞將黑絲騎士塞喺另外一個日本嗰度囉。我覺得咁樣係方便咗佢講嘅。唔係，其實最大問題佢同埋呢度佢連埋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作品最喺呢個 set 裏面佢攞埋一齊嘅就係、是、天元突破。黑暗大陸呢度其實邊度嚟個黑暗大陸啊？咩州嚟㗎嗰個？佢當係非洲某南部某個地區咁囉。佢呢一節其實你就算講羅旋王嗰班人呢，其實佢哋係冇講得好深入，就係而家世界形勢，即係其實好似係羅旋王係一個山寨王嚟嘅，就咁係一個
即係個故事結構你會覺得係佢特登唔提，佢係特登唔提嘅啫，佢冇提過呢樣嘢，即係大家都係考古嘅啫呢樣嘢，大家都係。但你會見到就係個結構冇 set 咁嚴謹，就係你將啲勢力係分得好平衡，即係呢一套裏面因為太多奇怪勢力啦，呢套裏面實在係。即係連日本你都有兩個嘅話，即係吹你唔上啦，係咪先？啱啱大陸嗰度原本都係入兩次都係入唔到嘛，原本後屘俾人解決咗先入到去啫嘛。所以話阿羅旋王喺入邊做到王係合理嘅。唔係，佢其實佢個成個動機會變到好奇怪，即係《天元突破》入面佢係話要控制將人類嘅數目控制喺100万以下啊嘛。100亿以下。唔係，佢用 set 嘅時候就變咗到100亿以下。多數啦。咁100亿你控制嚟做咩啫？但因為其實個依、這個結構上問題就係在於咩咧？如果羅旋王淨係一個控制黑暗世界裏面，黑暗大陸，我話知你殺曬黑暗大陸裏面所有人啦，出面有100亿你都係賴嘢嘅啫嘛，係咯，但係咁，佢係有，你諗清咗啲，佢係有結構性嘅問題噶，你就算 set 幾多個數字都係冇用噶。然後羅旋王你都懶曬係嘢咁話，我其實保護緊人類啊，唔覺啊，大佬。限緊人類，你係保護唔係保護緊人類，係保護唔曬人類啊，係 set。都裏面佢世界觀設定嗰度，其實你會見到就開始有啲求其嘅，其實係因為佢好多作品係佢冇諗過佢點樣 combine 埋一齊，而佢亦都因為本身作品多，佢唔敢用好似類似 K 嗰啲咁嘅橋，再喺呢度再嚟多次異世界，唔係即係個手法啫，我知唔係話用 K 嗰種劇情，佢用 K 嗰種劇情死咗好耐啦，跳耐咧，整多個異世界出嚟，因為其實單純只係天元突破。真 getter 嗰啲會運用到嗰個世界觀，其他其實唔係太運用到嘅，其實，所以佢夾硬唔提咯，博你唔記得咯，佢真係博你唔記得，佢以為跨大咗個數字，你又諗話，咦100亿好合理喎，但你諗清楚啲，係解決唔到個問題㗎。天元突破佢主要同31 get 夾埋一齊講㗎嘛，係啊係，冇錯冇錯冇錯，即係所以你喺呢方面嗰個設計上係出咗問題，而跟住你。亦都佢主線路佢亦都擺咗，亦都係我所謂啦。其實係 set 其實係真係喺個編劇上係好偏心嘅，喺 set 編嘅所有嘢都係 set 嘅就係對呢個 CD 嘅呢個嘅控訴。你喺 set two 裏面嘅基本上大致上都係 Cookie Girls 嘅劇情。老老收佢喺原著係死咗，或者偉人話冇死啦。咁但係佢喺 set 二入面係無論如何都唔使死嘅，兩條線都唔使死，好高興咁復活嘅。小說有暗示到冇死，咁都係暗示啫。佢而家係點樣都唔死咁。有問題嘅，如果你中亂整死咗佢，咁你少部嗰個戰力啊。或者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講嗰個劇情咧，應該拉到去結尾咯，要拉到去 ending 嗰度先好講，即係打完破戒之王先講。其實咁樣都係有問題嘅。係咯，因為好少會係版權作後個原創作完喎。唔係呢個問題，如果要以劇情嚟講嘅話咧。是這樣才會通咯，個理咯，因為你是完全搞定了那件事那才可以完的嘛，你唯有是這樣咯，所以那如果不是唯有他怎樣復活咯，唯有復活他那才可以完了那件事咯。即係咁講囉，我會覺得明倉正博佢本來呢喺睇緊 Cookie Girls 嘅時候，佢其實已經隔嚟寫埋劇本嘩，咁樣應該咁樣講咁樣講咁樣講。但係呢樣嘢呢亦都係正正就係佢整到老老修冇死到呢，其實佢係做爛咗原創嘅劇情呢一節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佢最終王子嗰度係一橋兩用㗎啦，老老修嘅劇情係複雜，係喺短短四話裏面係你得一個高潮位，就係老老修原著劇情死咗，突然之間復活，大家啊我知道你嘅理由係乜嘢啦，然後跟住王子話呢條橋好喎，收視幾高喎，我又收多次。你諗返成件事係真係喂，我知道條橋可能受歡迎，但係呢橋依家嘢呢係會有角色，即係阿王子本身人氣又唔多高啦，即係你就算拍隔離你搵阿林峰同搵日本係兩樣嘢嚟㗎嘛。即係收視係有起降嘅，呢樣嘢大家都明白，即係但我講嘅就係話佢呢條橋嗰度其實我唔介意佢重複用橋，但係佢用唔返好似 set one， 我頭先所講嘅嘢就係話角色同角色之間真係會有共鳴，老老實係冇可能睇唔出呢條友㗎，
即係你要明白就係我開頭諗住佢最多可能係喺個有關係嘅或者係有啲咩特殊嘅理由嘅話係會有對話，攻擊嘅時候會有對話。你覺得攻擊時對話嗰陣時係對於條友話，我要擊敗你咯，咩奇怪嘢？因為佢係完全唔記得佢自己上手係啱啱做完，做完套劇係好高收視嘅，佢真係完全忘記咗呢樣嘢，我覺得。好老實講，好多人睇呢一節，我哋先知道劇情就係、是、王子其實係為咗乜嘢嘅。咁其實你應該係會揾一我方揾一個角色同佢差唔多身身經歷已經有埋啦，因為佢係抄佢劇本嘅。即係但係呢條友最後話俾你聽話，我乜都唔理㗎，總之我而家我是正義咁樣，又話知其自斷萬歲咁樣，然後跟住就車埋去咁樣。喂，我先唔論你條橋，就係、是、你喺個角色個融合度，你依度已經做得唔好啦。反而好似係希羅 feel 到啲嘢喎。咁希羅佢橋王嚟，咁消息神咩都講曬俾佢聽。即當然啦，講呢樣嘢其實就係、是、我唔知係 set 係後半節，係我覺得係劇本係真係應該有個人監修過噶。好多搞笑咧，就頭先好似就係當魯魯修死嗰陣時候，下一句對白希羅就話佢冇死喎。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冇死啊，係話嗰個希羅就係豬著。啊，係係。跟住後面大家就拍落你老。他連就知道呢樣嘢，佢都唔緊住唔講嘅。你希羅你介紹講咩咧？唔同講到動畫版係，即係動畫版 Cookie 啊，佢係知道咗，知道佢係豬肉，但係冇講出嚟。呢條 PK 就即刻咧喊唔出，啲人話好感動嘅。你要明白就係 set to 個劇情點解會個人覺得歡樂就係、是，喂，我真係好難相信，真係一條友爆橋可以爆得咁快喎，真係。即係那個叫做咩？你叫做係喺動畫裏面 Cookies 裏面嗰、那個叫做佢真係挽回收視係真係靠呢一話嘅啫嘛。跟住你突然之間有條友喺度爆肚嘅話，真係我打個譬如啦 ，Set to 破解篇裏面、阿爾死嗰集，然後跟住阿爾奇死嗰下，然後跟住瞓低咗喺度嗰下，然後跟住佢下一句話：咦，我冇事喎，再同我瞓覺咯。你會唔會打人咯？你係會打人噶嘛？最爆唔係阿破解王臨死之前話：我想食咗自救，死得好兒戲下咯。結構上就係初期係每個人都有包袱要負擔，即係其實你好多嘢其實係即係你都會覺得就係、是。阿魯魯修係唔死都冇用嘅，咁跟住阿中國騎兵蕭殺哥犀利哥，係啊，犀利哥，即係佢覺得自己都唔係正常，咁當然打嘅時候你都知道你五百日你係唔會死噶嘛，就呢個問題之外，即係你要見到係好多人嘅，佢哋有好多自己解決已經係冇辦法 fix 問題嘅。如果你基本上你計埋老虎哥，如果唔係救翻條女嘅話，佢都係有個 fix， 佢都係有個 fix 唔到嘅問題，佢都要必定要去面對嘅問題，其實。這個我覺得先是正正是 set to 裡面的原本最 worst 的劇本，就是最後其實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他們要將這些問題帶到 set V 裡面，正式繼續說哈哈我又可以約下個世界的主角了，這樣的故事來的，他應該是質疑變相最後做得不嚴謹的地方，就是因為他我覺得就是很多角色就是說了一些不是很合乎他們身份的，還有、有一些角色還有好像 DO 那些的，呢條友作為一個所謂嘅辯護律師，佢跟住第一句話咩打打，唔係佢唔係辯護律師 ，negotiator 交涉者嚟嘅，即係佢嘅交涉就話講唔掂數喎，打好合理拳頭夾嘅，跟住嗰個人造人話你嗰個交涉用都係冇用啦，乜乜嬲都係，唔係好多時就係嗰啲故事裏面係好多人佢今次係捉唔到尾嘅原因就係咧，好多角色係有擔當住啲角色，即係無論魯魯修開頭的時候，他作為一個叫做軍師型的角色又好啊，這個做逼歐依條友作為叫做咩交涉交涉員的角色，喂，呢兩條友係真係完全係做唔多做到嘢噶嘛，某程度上嚟講係，即係然後喂，跟住仲要講啦 ，Double 裏邊男長阿黃小姐，即係依條友戰術預報師，即係佢係唔需要預報噶嘛，佢係問師傅你覺得點啊？然後之後話啊，我好同意黃小姐你睇法，應該係㗎啦，呢鋪冇錯啦。你預告過啲咩戰術咧？啊 ，Zero 最叻就係咧，嗰度有事，我哋去嗰度咧。咁其實呢個唔係唔關你事嘅，其實就因為要去所以去咯。即係佢哋啲崗位，即係崗位上係 OK， 係已經真係有曬崗位嘅。你見到係啲崗位係匹配得都靚，同埋係會有拗撬。即係你好似其實。天人同埋黑之騎士團其實係真係完全唔啱馬咁，但係即係佢哋唔啱馬到嗰個程度，就係咧，我哋明白我哋今次要二向統一，然後跟住咧，佢哋係唔夠半馬之後，
我要去處理嗰邊啲事，依邊你搞掂佢啊，各散東西咁樣。咁但係下次召集又翻翻嚟喎，即係你會見到個故事係零碎嘅，雖然大家會係俾佢個參戰 list 去吸引到，但係故事上亦都見到就係佢做唔到任何嘢。而另一方面嘅喺原創嗰方面嘅，大家都知道呢機戰 Set Two 嘅另一個名係超級次元獸大戰，定係啦。即係而次元獸出嚟嘅已經係冇 Vision 嘅。總之話而家咧，其實咧甚至覺得就係根本係唔需要其他嘅系列作嘅敵人，淨係打次元獸就夠噶啦。依個係嗰個劇情上嗰個問題。當然呢個歸咎於就係佢分開咗兩部，令到就係其實首先就係最大嘅另一個 boss 啦，破戒之王啦，出現咗一個幾矛盾嘅問題啦，即係打完一次之後，即係我試你一次唔夠喎，唉，我以為要試多你一次先，然後跟住今次全力，今次我要出全力嚟試你啦。唔係佢個講法咧，就係第一次破戒之王係未記得嘢嘅，就係純粹玩，類似玩為咗玩而破壞咁嘅。第二次先係真正試佢哋嘅，佢嘅講法啊。哦，佢嘅講法啦嚇，順住先啦，開100%力量嚟啊！依個係真係喺 set two 裏邊，我覺得劇本上做得最唔好嘅地方，其實你而家其實有遺留下嘅，其實都將會下個禮拜啦，下偷跑嘅話，下個禮拜偷跑嘅話就下個禮拜啦嚇嘅 set three， 其實佢有好多延伸問題會帶來。首先就係其實有好多嘅其實版權 set two 嘅版權作故事其實已經完咗嘅，佢都勉強將佢哋帶曬落嚟。純參戰啊！佢哋都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冇故事可以唔使出噶啦。唔係，而個問題在，個問題正在於就係你會搞到嗰個世界，因為你唔係跳咗一個叫 Set Three 嘅世界，你係用 Set Two 嘅世界去講 Set Three 嘅故事，係好多嘢你要點樣去銜接翻，就係即係你好難將其實 FMP 嗰邊其實經即係經大危機嗰邊其實佢冇可能一開頭唔存在噶嘛。作為一個叫做正義之士嘅秘密組織，你任由呢班咁嘅蛋散黑之騎士團呢班咁嘅蛋散喺度，佢都應該一早捉咗佢哋嘅咯噃。真當然呢樣嘢要睇佢點樣去兜個劇情啦。佢哋喺第二個日本啊嘛，黑之騎士團喺 Eleven。唔關事，秘人呢個組織佢係一個全世界保護地球安全嘅組織嚟噶嘛，防衛隊嚟噶。我話知你第二個本、第三個日本啦，我都照去嘅。即好似九龍咁樣，之前打得咁高興，佢唔嚟參一腳都唔合理啦。Set one 去 set two 都仲有得拗，就係因為你去咗另一個新故事，你可以再去 present 另一樣嘢。但係喺呢度就其實係困難，即而且更加一個問題，頭先一直都冇講嘅，開頭節目已經講嘅人手交嘅問題。即你要明白就係嗱，冇理由部新嘅 Arcadian 喺邊度啤出嚟，冇理由，即你冇理由根據個劇情，喺個 set three Evalu 嘅角色。見到 Set Two 裏面有部 Arcadian 彈咗出嚟，佢哋話：依部嘢而家唔係喺地球裏面做緊接駁嘅咩？人柱接駁嘅咩？即係點解你會上咗嚟㗎？即係你會有呢個疑問㗎嘛？會唔會係講就話故事係 Set Two 世界啦？會唔會跳咗新嘅世界，即係 Set Three 嘅故事啦？而家個 present 裏面係冇講過係會有 Set Three 嘅 ，Set Three 係唔係一個世界嚟㗎 ？Set Three 係大家喺同 Set Two 嘅世界裏面玩㗎。而家會係話，如果唔係會好亂咯咁。咁可能係佢哋即係新嗰套 Aquarium 喺新嘅另一個世界跳嚟呢個世界點咯？都得喎，其實佢都係喺第二個，都係兩個地球之間發生嘅事嚟咯。大家最希望睇到嘅劇情固然係會冇咗嘅原因，就係因為喺 Set Three 裏邊嘅 Aquarium 係唔會參戰啦，又變咗 Evalu 啦，因為。咁就參戰㗎，你見到兩個阿不動。唔係，我哋一直都係講緊，即係大家聽翻我哋呢個 Arcadian 嘅集數，就會知道就係呢方面嘅問題就係、是、喺新呢套 Arcadian Evalu 裏面，咁阿波羅係只狗嚟㗎嘛？咁即係呢個問題係牽涉到就係其實如果 Set One 即係再帶翻去 Set One 裏面係會造成呢、這個。加變嘅其實會有加變嘅，提到穿波其實唔使做噶啦，第一正常。唔係，係你好難去同嗰邊個不動先會俾人懷疑啦，阿波亦都會俾人懷疑啦。就呢啲各方面嘅問題其實係非常之難解決。其實正如點解 Electric Seven 其實 Electric Seven 都有同樣問題嘅。如果下半集 Electric Seven 嘅 AO 加合嘅話，都係有出現呢個所謂嘅時空跳躍彈跳嘅問題嘅。即係當然佢而家冇參戰啦，我哋唔好講佢住。但係其實呢個要講翻一樣嘢就係所謂近世代裏面咧，即係尤其是。用翻叫做食翻住上集嘅名氣嘅作品，
嚟一個大兜亂咧，咁其實咧喺基戰嚟講，我覺得寫劇本嗰條係真係辛苦嘅，尤其是依單咁樣人獸交嘅嘢嘅話就冇得解決啦。A.O. 嗰度嗰個咁嗰粒咁平行世界槍槍更加又係冇可能解決噶啦，而亦都知道就係其實佢哋唯一可參戰嘅，其實就只能夠其實可以話真係喺 set 呢個世界，因為 set 呢個世界喺個基戰裏面係唯一一次就係。講話講明係用平衡世界嘅概念，其餘嘅作品其實係冇能力等佢哋參戰。當然 Arcane 可以就咁參戰啦，你冇唔係 Arcane Evil 可以就咁參戰啦。如果你冇 Arcane 背負嘅話，佢狗咪狗咯，睇唔起狗咩？而家人類最忠心嘅朋友，你都睇唔起佢咩？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咁當然有而家你新嗰啲其實講緊嘅將會嘅其實新嗰批咁講啦，所謂嘅機人片咧，其實。他們是為了新那班年輕人容易入口味而去寫出來的故事，覺得你是為了歡樂的，你是為了你見到很多其實個劇情他開始走回沒有那麼多好像其實90年代中那堆那麼多背負啊那類的東西的，其實是很簡單，就是正義朋友打壞人感覺，其實是走回原路的，其實很簡單的，就是我們這一批看90年代中後嗰班劇有好多話又有 Eva 又有成嘅，即係好多有唔同角度去思考嘅機人片，諗得太過火啦，會唔係冇問題嘅，即係到你乜我哋長大咗啦嘛，我哋由細睇到大，我哋已經經歷咗魔神式，經歷咗經歷咗普通金蛋咁樣嗰啲咁嘅嘢，而家話我哋越睇我哋需要深度，但係對新嗰班細路仔話喂我睇唔明喎，你俾部紅白藍我算數啦，好唔即所以佢俾個銀行咩少年咧？所以咪俾部，所以我咪俾部 AGE 你咯，係咪先？哇，嗰兩嘢嚟嘅大佬。我而家咪，我再俾埋嘅好啲嘅，我俾部金燈錶 Fighter 你咯，好唔好？呢個好好多，好好多。我係佢哋係要 serve 呢一班，其實因為其實而家係一個尷尬期，即係我哋呢一班睇開機人片嘅，我哋當然係唔鋸睇到嗰啲所謂嘅 AGE 或者乜鬼嘢嗰啲嘢啦。你會覺得話哇呢套嘢簡直係一套垃圾嚟嘅，極品啊！但係你知道就係。佢哋都要去打翻一個承接翻我哋呢個世代，下一個世代裏面佢哋都要睇機人片噶嘛，即係佢唔會去扼殺呢個市場噶嘛。而呢一班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嗰堆幾嘢嘅作品，你我哋可能真係覺得唔好睇㗎，但我覺得班細路係真係睇得好開心嘅會。冇錯，冇計，你冇呢片嘅話，唔通你叫佢？佢話革命機係神作添，好睇嘅添。革命機嗰啲，即係老實講，多 pass 又有吸屏，咪贏曬咯。根據少少消息啊，革命機呢原先咪四季嘅，點解吸到得返兩季，係因為賠錢賠走咗。呢個唔重要，但喺個走勢上就算你銀河機工隊嗰啲譯稿，你見到其實係好，佢個故事嘅好簡單，你係唔需要諗㗎嘛，即係我哋呢啲叫做諗多咗。係我哋呢啲諗多咗嘅人諗出嚟嘅一啲揣測嚟嘅咋嘛，好多嘢。就算我真係講到話阿克艾利奧 ,Evalu, 喂唔緊要㗎，喂我屋企都養隻狗啊！但係你唔會人獸交啊嘛？呢個係一個可歌可泣嘅愛情故事，你唔執嚟，你真係唔可以詆毀佢。老實講，生理上同心理上，因為我有第一代嘅記憶，我唔能夠接受。但係你唔可以否認呢段係一段可歌可泣嘅愛情，超越咗物種交流，達至愛嘅和平。當然我唔計虛冤嗰套叫做翠星，翠星翠星就另外一樣，因為翠星其實根本唔係機械人嚟嘅。咁然後跟住就算好似我再講嘅，就宣傳鴨川嗰套咁嘅幾嘢，輪迴係啦，輪迴鴨係啦，即係都係歡樂向噶嘛。要諗劇情，你都係覺得就係依條友又係黐線之外，但係機體上或者女上咁又有女又有機體咁咪 OK 咯。有快樂天。對啲一般嘅機人咁喂我收貨啦係咪呢啲咁嘅嘢。即係你見到其實新嗰代嗰批嘅機人片其實係有呢個走向㗎。因為淨係靠我即係我哋而家叫做過曬會瘋狂消費嘅呢一個世代嚟講，就算套嘢幾好睇你都會未必會去買佢啲 product。即係佢唔會係 serve 我哋㗎嘛。即係呢個重點，而衍生嘅你帶翻落機戰裏面係好難融合㗎，所以你咪見到有一套叫 UX 嘅嘅嘢出嚟囉。你要話嘅嘢咁都得嘅，不過有好多地方 UX 唔係好正統咁。咪應該話你係唔能夠將佢同一啲正統嘅嘢融合埋一齊㗎嘛。即係我唔理係本身劇情上嘅反駁
係佢哋本身個風格上，佢哋係唔應該將佢哋走埋一齊啊嘛。因為就算你救世隊，就算講緊泰坦啊、珍寶三啊、G7 嗰啲，其實好似係當其時好兒童向嗰啲嘅，但係佢哋都係有一個統一嘅嘢主題，而且就係你套唔翻落去而家所謂嘅兒童向嘅作品啊嘛。即係呢個我覺得先係話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你就算跟住隨後你跟住有多幾套嘅機人片作品嘅，其實我預計個走向都係差唔多嘅，就其實會係呢一類型嘅嘢囉。當然啦，你唔好期待新嗰套就嚟將會有嘅 Marcos 係呀呢類型嘅。如果 Marcos 做咗兒童向嘅話，嘩我真係咩都得啦，我真係我唱兒歌㗎呀。唔係喎，但係咁樣其實有諗頭喎。譚玉英姐阿 Q 華哥有三手，阿 Q 華哥可以得囉。大家我哋記得呢句說話，次類型可能遲啲又要找多次數㗎。唔關事，喂我覺得真係信四三零穿梭機有諗頭喎、啊。創意嚟㗎嘛，真係可能啱啱何心嚟到睇到譚玉英姐姐咁慘，就突然間諗到我啲兒童節目都有得諗㗎喎。有你唔好啦，我講笑嘅啫。副野金丹囉。咪即係你金丹標揮卡嘅，咁當然你話其實有好多你話作品唔入得嘅，就涉及話好似話版權問題，咁其實你都會預咗其實 AGE 好渺茫㗎啦，都係金丹唔係入得嘅大概囉，冚到唔係金丹標揮卡嘅，其實都係唔會入得機戰嘅一個作品嚟。AGE 就應該入埋啲奇奇怪怪嘅機戰到囉，唔會入唔得，佢唔會咁做㗎。因為你要分錢俾笨大之外，仲要分錢俾 level 3 啊，唔係 level 5。兩家茶禮，而且對越多我都話一套咁嘅嘅嘢，我仲要俾兩份錢，咁嘅份作真係 OGG 啦，就已經因為你貼錢俾我做咯，我唔緊要啊，貼錢嘅話係咪先？咁你而家你近期即係你就算當然紙箱戰機嗰啲更加冇可能啦。冇可能會加入囉，其實銀河美斯都做唔到佢啦，呢啲真係時空比較特殊故事。銀河美斯連其實係可以嘅，銀河美斯連其實你個 case 你當佢係一部蒼紅花芙蘭嘅 case 去處理，其實可以處理到嘅。二世界嘅嘢我求其搵個罩罩住佢都得啦。依家真其實大家係唔需要太去期待，就係話新嘅作品點樣去加入，一係呢就好似其實好簡單，簡單到就好似銀河機工隊嗰啲呢，其實佢話入就入就冇問題嘅，其實呢啲因為個主題上因為佢冇完全冇背負嘅任何嘢，總之就係話而家有外星人打外星人吧內戰吧咁就可以嘅，即係好似有少少叫做內戰 feel 嘅，你同佢近期嗰套嘅革命機即都唔難入㗎，即係求其搵個敵對勢力組織又唔知智慧又好乜嘢，總之可以搵金丹裏面其中一個反對勢力，咁樣又話喔我見到要屠殺學生，然後跟住就喔班學生我要反抗咁樣，然後跟住喔又有天人組織保護咁樣，喔加密 double 落去好冇冇問題嘅，唔難去處理嘅作，而家嗰啲作品其實大多數都唔難處理嘅，唯一嗰套即係頭先我哋一直講嗰套 Everlu 系同埋 AO 系，佢哋難處理在於係因為佢哋有潛在負擔啫，並不是說他們本身那個腳本是難處理，我不知道之後的作品會怎樣，即其實你好像計的 Marcos 其實都一直都有這個問題的， Marcos 七和 Frontier 文船的世界，即當然他容易 handle 就是因為所有世界其實應該所有事其實是同期發生的，其實基本上是不會出現這個問題，當然你說如果你編屍你編回就是原組 Marcos 再加上Marcos Frontier 嘅話，咁就可能有問題嘅，呢樣嘢就可能會。咁當然呢個嗰個時間線，即係喺機戰嘅世界裏面最容易解決嘅，一直都會係話時間改個年份，改個數字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㗎啦。而家仲方便，一個時空震動打咩都解決。睇你用咩，因為其實本身之前都講過嘅 Set V 係 Set 嘅最後一個系列嚟㗎啦。當然即係佢咁講，你嘅道理都啱，話我唔用 set 呢個系列，我出咗 X 交叉 Y 系列我都可以用返呢個平衡意識外傳啊，第二次意識外傳佢話 set 係 set 3係完啫，冇講話 set 3有幾多集喎， set 兩集嘅啫，最多係話夠四集，暫時呢就時玉啦，跟住註冊咗個名就叫天玉，就冇話有冇下一集啊，即係講返先，之前其實時玉其實個正式名稱係時間牢獄，簡稱時玉，天玉究竟係乜嘢呢，大家自己諗啦，天上地獄係簡寫嚟，佢哋應該就係攞返個日文諧音囉，自覺佢同聽覺囉，地獄同天國應該就係嘅，呢個呢就係之前自己講嘅，聽聞係佢改呢個名字係所有人滾咗嘅，係
名嘅嘢就唔重要，我哋最注重其實你話係真係，我希望佢唔好犯翻 set two 嘅同樣錯誤，將一啲角色之間佢哋本身嘅崗位，將佢哋倒亂咗，或者係真係完全無力化曬佢。咁同埋最主要，其實我諗 set three 大家都會係睇其實 set two 原本嘅角色再有啲乜嘢嘅表現，因為尤其是啦，跟林嗰邊嘅講緊嘅就係馬莎。佢哋啊！呢條友又要反應啦，點啊？又反未啊？即係人哋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呢條友四十過咗啦，配音嗰條友更加唔止添啦。固然大家都知道係嘛，池田光年唔止啦。即係呢條友真係，即係完全係三心兩意到不行嘅人。咁唔重要啦。對佢嚟講，啱啱先過set啫嘛。繼續要處理落去嘅 Cookie 人所到啦。其實因為本身個故事就已經。完全完咗噶啦！佢要系担当一个咩工？因为其实当然我好肯定嘅一样嘢就系话，阿黄小姐即系 Double O 嗰边咧，佢呢个战略预告师，佢基本上佢系退休噶啦，佢应该系，因为剧场版好似佢都系退休状态嚟嘅咁样。去咗自由工作。依度就系睇翻就系究竟其实边个去 lead 嗰个故事，话唔定可能啊，其实我谂到，不过唔知系咪啊，估下啦，大家呢啲嘢就。老收過咗去秘人嗰邊做 part time， 我覺得有咁嘅可能性喎，大家秘密組織啫嘛，我覺得有咁嘅可能性喺裏面咯，因為唔係，如果其實你好難去處，因為黑之騎士團已經係叫做犯眾憎嚟噶啦嘛，其實某程度上咁都係，雖然佢解放咗日本，佢個 case 嗰度佢講到咁，但係喺個國際立場上，佢哋係一班恐怖分子嚟噶嘛，咪同天人一樣。可能或者老老收走去天人做 part time 都唔定喎，都可以喎，都得嘅。咁或者你提議咯，組一個呢個獨立嘅聯隊之類嗰啲嘢，周圍去撲火咁樣。咦，呢個咪 wing 嗰啲？你 set two 應用做緊㗎啦。唔係，今次 set three 已經係恐怖分子大集合嚟㗎啦。不過當然因為大家進入嘅時間點唔同，所以有啲人已經洗白咗。洗咗底㗎喇，有啲人就持續呢個向住呢個恐怖分子嘅道路進化中，向住陽光進化。咁而家個融合其實係有差異嘅，因為大家嘅時間線係唔同晒，所以呢度係要 follow。 咁另外一方面嘅就係天元究竟會去到幾遠啦，天元嘅劇情會去到佢出呢個天元突破嘅呢個 Gurren Lagann， 可能我可以做到最後都唔定，做到最後然後褪一褪咁樣，跟住剩返嗰啲再做到最後好恐怖。即係個 PV 嗰度有天元突破㗎嘛，咁樣嘅話咁可能佢淨係打到拉屎。唔係，因為其實咁啦，即係而家就純粹輕鬆向討論啦吓，因為你而家 set three 裏面嘅講緊嘅故事喺宇宙嘅大 battle 要 handle 嘅，不外乎真三一宇宙怪獸，宇宙怪獸 CMC 係啦，跟 Baska 嘅宇宙怪獸。不過其實跟 Baska 嗰班宇宙怪獸好空閒嘅啫，其實咁double 係啊 ，double 嗰堆咁嘅嘢咧，咁啊依啲鋼鐵薩拉會搞掂，唔需要。薩拉要唔知幾年之後先翻嚟咧？使乜驚啫？可能不過我等跟 Baska 條女擔心，要同薩拉一齊，可能要去嗰度住咗好多年啦，跟住隔離跟住嚿鋼鐵咁嘅嘢，嗰度五十年嘅啫喎嘛。唔係，我電視機變咗老太婆啊嘛，都係。係咯，電視機都變咗老，即係當然呢個時間問題啦，呢個唔好理。但你宇宙嗰度其實有三大 battle 啦，咁地下嗰邊嘅，好明顯魔神 set 黑暗大將軍嗰度，佢應該係會再繼續 P 落去嘅，佢會再繼續，應該係會再繼續講落去嘅。咁新故事嘅固然就 FMP 啦，佢要重複啦，咁然後跟住 Wing 都係其實打宇宙外圍嘅啫。咁呢啲就冇乜特別，撳下呢個自爆裝置啦。其他你係地球防衛企業，不過呢套好閒嘅呢套。呢套佢好似係 set two 未都冇劇情嘅喎。未做曬嘅，未做。唔係你想佢劇情又唔去做嘅喎，佢時空嗰。唔係，我只係編排上佢而家，你會衍生到其實係佢哋去點樣切入嗰個故事嘅。其實呢個先係我哋要追睇嘅，同埋即係佢個故事究竟改得好唔好，其實好睇呢樣嘢嘅。地上嘅同埋太空嘅，仲會有另外一個星球嘅，當然仲有 Ever 啦。咁啊，成日打穿個月球，咁可能唔係呢條球假嘅咋，跟住再搬一個神都有。其實個月球喺後面嘅，再搬出嚟我哋。一堆後備喺度咁樣，咁所以佢要融合嘅，其實你見到課題係好多，跟住地上仲有一壇最大壇啦，其實係好難解決嘅。Ever， 喂，而家第幾次衝擊完個我 set 都見到個世界咧，啲海水咧就藍色嘅。我唔知你邊度俾啲紅海我。係摩西分紅海。你見到我頭先單單就咁樣講啲作品，
世界观嗰度咧，如果用翻 set two 嘅，系真系好大嘅挑战嚟噶。我真系唔知佢可以点样做。你谂太多啦，你觉得班人会谂咁多嘢咩？算啦，唔系你谂唔谂啊？你系必须要去做啊！嗰件事系，我觉得佢哋唔会谂呢样嘢啦，系佢哋唔会做啦，系劈乜柒算啦，你哋。因为其实尤其是 Eva 系最麻烦嘅一个嘢，因为佢个世界观实在太过。奇怪啦，獨立嘅獨立嗱，甚至我覺得真係可能真係有第三個日本出現嘅因住啊，第三新東京市啊嘛，係嘛？我就整第三個，我就得點解係第三新東京市啊？就因為依家係第三個日本，咁唔使擺喺地底或者地面都得噶咯。可以噶，同你講老老收個島咧，其實地下就有個第三新東京市喺度。唔好話，我覺得係堅噶。咁然後跟住。當然仲有嘅就係裝甲騎兵，裝甲騎兵嘅故事都係未完嘅。裝甲騎兵嘅故事佢有兩篇入咗啦，有 Big Battle 同埋呢客逆嘅二端啦，即係其實佢中間係隔咗十幾年左右嘅。仲有一個簡單嘅鐵人28都係未完嘅，鐵人28做咗少少嘅啫。咁其實嗱，要 handle 六神都好似未完，六神睇到係六神係未打宇宙嘅，係未打宇宙，仲有得打。所以其實所有嘅敵人其實而家關鍵在於全部都係喺宇宙嚟嘅，咁所以地上線裏邊其實唯一要最大壇要解決嘅。應該都只係得 Eva 嘅啫，因為 Eva 彈嘢係最大嘅，睇下佢打，即係佢係最同破嘅話，佢都要打八件，好似係八件啦，好似係。佢最多出三件嘅啫，四件啦，四件會多啲。係啦，咁然後跟住其實主力都在宇宙㗎啦，跟住就所以 UC 宇宙啫 ，UC 最後。頭先所講嘅就係大家諗下啦，紅海點樣解決啦？唔係你識文啫，其實講緊紅色㗎。只狗點樣解決啦？嚇、啊！你隔親一位，冇最簡單咪又係掟咗個震彈，你真係唯有。冇啊！只狗點震就啫？嗱，當然只狗係震只狗嚟。唔係最後其實好多人都猜測嘅，就仲有當然係原創主角，原創主角啦，原創主角傳聞係雙子啦，未知嘅。個傳聞就係因為根據部機個名嘅，今次都係明倉寫劇本嘅嚇。睇下佢可以作到啲咩敵人出嚟咯，都係點虐待嘅啫。係咯，都係睇點虐個主角。嗱，有女主角一齊揸機嘅，一齊虐咯。唔係，當然好多人好多人嘅解讀咧係有機會性轉換嘅，咁唔知啦。玩咁大，我覺得唔夠盡呢喎。我諗最多都係兩個人格變曬落同一個人度就算㗎啦，係嘛？我覺得會條女消失嚟落去喎，男主角度咯。條女嘅下場咧，前半嘅下場都唔會好得去邊嘅，我相信啊，後半就唔知啦。後半係俾人撳住咗啫。拭目以待啦嚇呢樣嘢，咁當然其實最後呢一句嘅啫，我覺得咧今代個主角咧係好似黎星克嘅，所以咧如果黎星克出現嗰陣，我真係唔知點算㗎。唔係希羅咪講句咯，咦咁似嘅。留待啊 ，set three 就完咗都應該唔會講㗎啦，等多排先啦，攰啊嘛大佬，咦咁我就找曬數啦，唉真係開心啦，啊好嘢，好嘢 ，set three 前搞掂 ，set three 前搞掂，好彩係啦，好啦咁啊，下一集就應該係舊番回顧㗎啦，應該就係、是、咁啊，今年啲舊番就真係今期啲舊番真係。留意下個禮拜嘅節目啦，好啦，咁我哋今集去到呢度先，拜拜。拜拜拜拜。